好夭壽。粉衣女子情绪激动，一把抓住红衣妇人的头发，不断拳打脚踢，双方拉拉扯扯，男子上前支开两人。穿起来跟换人来对啊？嘿，已经换几下了。你看物件，哪要给物件？双方情绪激动，根本不管这里就在大楼的公共区域。楼上住户把过程全拍下PO网，才让事件曝光。但两名女子到底为什么吵到要动手殴打？他给我骂范志军了，啊，我改没得正理了，打起来了啦！已经把我把用面盆啊，把我把我哇呢出来就到了，我被你叫到干鬼，大概我十几岁啊，都去了不动。轻轻跟他说：“蔡小姐，啊你。”好，人家说你这边都没有清，那边都没有清，大概整理一下这样子。他说我不要嘞，他听到我要报警，我要走出来嘛，背对着他，他就从我后脑勺把我打下去。事发就在台南东区一栋社区大楼，今年六月份，蔡姓女清洁工控诉被大楼主委殴打。事发后四个月，有住户提供关键影片，才到派出所提告伤害。女主委则反驳，指控是女清洁工工作偷懒，又出言不逊，甚至先动手打人才会反击。一个清洁工遭大楼主委殴打案件，被害人已经在昨天晚上十点至本所报案。本所依规定受理。人生出手已经蛮懊悔啦。我就看我徛伫遮看，伊就是怎啊出手啊扭头。女清洁工已经被解雇四个月，住户们还是对互殴事件印象深刻，只不过会议室里没有监视器，无法还原当时情形，成了各说各话。警方也请双方说明，依法调查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。小铃铛。